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，年纪一上来，脑子开始卡顿，反应不如从前，记忆像漏水，注意力三分钟就散。我们常自嘲说，哎呀，脑子糊了。可最新研究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这不只是个形容词，而是物理事实。2025年10月的一篇 Nature 重磅论文，让整个神经科学圈都警觉起来。研究里出现的画面，甚至让人有点生理不适。小胶质细胞，这些原本勤快的倒脑环卫队，竟然被支滴淹到了几乎动不了，就像一辆精密的清洁车被灌满了粘稠的废油，越发动越吃力，最后直接熄火。可怕的是，这种变化可能在你感觉老了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悄悄开始了。你可以把大脑想成一座永不休息的城市，神经元是居民，而维持秩序的是那些常被我们忽略的小胶质细胞。正常情况下，它们干得很勤快，巡逻、吞噬 A-beta 淀粉样蛋白、处理废物。但研究者在部分携带高风险基因的人群里看到了一种异常形态，小胶质细胞里塞满了亮闪闪的质滴。学界给它们起了个名字 LDAM， 聚集质滴的小胶质细胞。在显微镜下，这些细胞的状态让人心惊。想象一下你家厨房抽油烟机那个很久没洗的集油盒，那种黏糊糊黄腻腻挂在壁上下不来的陈年老油。现在的显微镜下，大脑的清洁队就正泡在这种油里，后果显而易见，跑不动，根本没法游过去清理垃圾，清不了，肚子里装满了油，再也吃不下 A-beta， 乱放火，还会不断放出 ROS 活性氧这种火花，反过来烧伤神经元。风险基因携带者体内的质滴数量是正常人的好几倍，清洁队本来是保护者，现在却成了移动的污染源。以往我们都以为 AD 阿尔兹海默病是神经元老化的结果，但这项研究给出的途径完全不同，它颠覆了因果。团队分析了26个功能明确的 AD 风险位点，结果很震撼。超过 80% 的位点是作用在小胶质细胞上的，而不是神经元。换句话说，问题的起点不是神经元坏掉了，而是负责维护秩序的免疫系统先出了代谢障碍。如果把大脑比作交通系统，那 AD 的第一堵不在高速路，而在垃圾清运站。油路堵住了，甚至垃圾车自己都坏在了路上，在道路中当然越跑越慢。那小胶质细胞为什么会把自己吃成个大胖子？研究把焦点指向了一个关键基因 PECAM， 这个名字很难记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叫做大脑垃圾处理站的关键把门人。它的工作极其重要，把 A-beta 垃圾引入处理通道，把代谢完的废汁运出去，维持细胞内的物流通畅。但如果你携带特定变异，这个把门人就开始偷懒了。 PECAM 表达量下降，相当于垃圾站的大门只开了一半，结果就是外面的垃圾进不来，里面的废油出不去，小胶质细胞就这样被硬生生憋成了油腻胖子。好消息是，当科学家人为叫醒这个把门人后，小胶质的状态明显改善，质滴减少，炎症下降，清理功能恢复。这再次证明 AD 不只是神经元累了，更像是免疫代谢系统从源头开始的疲惫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不带这个基因是不是就没事了？未必，大脑本来就富含脂质，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，这些脂肪酸结构精美却也很脆弱，非常怕氧化，只要稍有氧化，它们就会变成 4-HNE、MDA 这类分子。说的直白点，这就是大脑里的地沟油，黏、臭、毒性强。这就是脂质过氧化。LDAM 的出现离不开它。更麻烦的是，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都在给这口大脑油锅猛火加热。吃油炸食品，直接把外源氧化脂倒进身体，高血糖，糖化反应让脂质更容易变质，最致命的熬夜与压力。多项研究都显示，睡眠剥夺会显著增加大脑的脂质过氧化。这就好比你炸薯条的油反复用了十几次，已经发黑发苦了，你还在继续用高温炸。你不仅在熬夜，
你其实是在大脑里遍地沟油。如果你本来就有基因风险，那这种火上浇油的效果会让你老得更快。既然知道了原理，普通人能做的去油行动就很具体了。营养支持，防止油变质。既然怕氧化，就得抗氧化。维生素 E、C、硒，也就是给大脑加点抗氧化剂，防止知识腐败。Omega 3，用好油去置换坏油。生活方式，帮清洁工洗澡。这里要重点说一下睡眠。为什么以前总是劝你睡够7小时？因为最新的胶质淋巴系统理论告诉我们，只有在深度睡眠时，你的神经元会收缩，脑脊液会像高压水枪一样涌入细胞间隙，冲刷带走代谢废物。这是你一天中唯一能帮小胶质细胞彻底洗澡的机会。你熬的每一个夜，都是在强迫那些满身油污的清洁工继续带病工作。所以建议很简单，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，降低全身炎症，并且千万别省那最后的半小时睡眠，别让那些油在你脑子里过夜。这篇 Nature 研究让我们重新理解了 AD， 它不是神经元突然衰退的悲剧，而是一场从免疫系统开始的代谢危机。真正的护脑不只靠动脑，更靠保护那群安静的小胶质细胞。从今天开始，少摄入一点坏油，多给大脑几次冲澡的机会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都在帮你的大脑一点一点去油。